我叫阿娇，娇姐义字当头，为公司扑心扑命，贡献10年青春，但系从来无怨无悔。今日佢风光归位，委望公司上下永远要记得娇姐个功劳。我老豆教落，揽个床头都系父母恩，无论乜嘢事情都要让娇姐三分。今日我大金仔。 喺呢度敬娇姐一杯，同大家讲句说话。多谢咁多叔伯兄弟啊，出席我嘅洗尘宴啊！10年啦，10年好长嘅时间嚟嘅，但系为咗我老公。 大家同埋咁多位值得兄弟一句说话，记得嘅。由今日开始啊，我会拍住我仔，将财务公司发扬光大，务求成为香港嘅放数界嘅龙头大佬。 好耐啦！喂，头先食饭嗰阵咧，你话想出啲综艺节目，你讲笑就嘛？唔系，我讲真噶。你讲真噶？啲咁重大嘅决定，你好似从来都冇问过我意见，或者同我商量下。 唔通你唔当系你老母咩？我讲嘢你系唔明嘅，唔紧要，我讲多一次。好啊。但系我系话咧，系接晒啲中介，但系其他财务收数仍然留翻喺度。有咩问题咧？你唔惊你讲过啦咩？有成千个兄弟跟住你噶嘛，跟住你咁多年嘅僆仔咧吓，有啲系俾人打到傻咗，有啲俾人打到残废，有啲系未出嚟。你有噶啦，大鱼大肉，人哋唔通食死不封咩？唔会唔会唔会嗱。 我哋周转快咁就实嚟，想转身用乜嘢啫？我谂住发达嚟做。原来咪之埋系扩充系咪啊？黄赌毒，我范范精俾边范个睇啊？我计过晒数噶啦。而家当区所有嘅中介咧，会成为当区嘅旗舰店，然后一间旗舰店多10-20隻艇仔分店，咁所有兄弟。 碌翻正行，做正正财务吓，我哋所有生意见得光，所有兄弟抬梯头做人。咁黄赌毒咧？范范都唔做。你啲兄弟啊，个个小学未毕业噶，佢仲要做小贩啊，都俾食还歪啦，点做正行先得噶？放心啦，放心啦，我有信心，好快个将来我哋周转快会成为财务界嘅龙头，继续开食大茶饭。乖仔啊，你真系有理想嘅。 但你理想唔系理想下就得噶嘛？唔系而家你做啲生意咧，可以住喺前啱咁，日有錢入噶嘛，系咪先？你打爛我前啱，可能個血本無歸噶喎！嗱嗱嗱嗱嗱，梗係有啲人影響你噶，係咪咧？嬌姐，我一句説話都冇講過喎。我冇話係你啊！唔關佢事。 系我一个人揸嘅主意，你做咩？我绝对支持你嘅。多谢。咁啊，仲有冇咩问题咁咧？冇问题。我决定咗个嘢咧，我系唔会改嘅。我梗系知啦。如果你唔反对，我哋撤退啦，眼瞓啦。瞓啦。早唞。早唞。早唞。冲凉，等个重氧先重凉啊嘛，嗰阵我哋淋啲啊。